大家好，我是陈秀琴。然后当初台北市开始有社区大学的时候，我好羡慕，怎么北投都没有？那时候一直羡慕哦，士林有了，然后一直期盼都北投会不会有社区大学？后来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我就报好几门课，太多了，上一学期我就受不了，所以我第二学期就开始减少，然后再来学校当志工这样子。所以，你那时候。那时候是不是潘主任的时候？对，潘主任，对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位的那个是大概同时间进志工社的吗？没有，我比较早。你比较先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哈，那时候的社长是谁？我们没有社长。那时候一开始没有社长。都没有社长，只有组长。哦。组长他是用电话联络，我们也都没有填写时数那些，什么都没有。啊、志工社是将军来以后，他才。开始成立的哦，对，就开始比较正式的正式，对，有到内政部登记这样子。哦，嘿，所以在那个冯将军冯波波他开始接志工那个志工社之前，桂英才加入，哎，对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在那之前，秀琴就是先开始，我们就已经有，那时候还没有所谓比较没有那么有组织，没有规模。对，你要不要描述一下那时候？等于是社大开始的第一年吗？第二年就有志工，然后那是有一个组长，我太久了，都忘记名字。那你要不要描述一下当时候做哪些事情？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报名都是用手写的嘛，然后我们就是会协助他们报名，或者是借器材那一些。比较少，对，全部都是手工，对，用手写。那时候大概有多少个志工？没有几个，很少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有空的话就过来。过来以后是有的是组长他会打电话，是今天学校很忙，你有没有空啊？要不要过来？好，那我们就过来这样子。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当志工的感觉是怎么样？那时候当志工，好像觉得也是很忙，然后就是会，因为学员大家都不是很进入状况，所以就会不晓得要怎么办。那我们协助他们报名也是，好像也是很慌张。哦，也是